大家好，我是Yongbong。本部片来分享一下我们雪落黑糖香草队。那这个队伍特别感谢饮水队还有提供，主要针对的是我们这一次饼干超越版本，就还有我们这个饼干魔法糖嘛。那就是第一场现在是满天飞的吸血鬼，还有我们的浓缩咖啡吼。那这个队伍主要针对的话，就是像我们的双坦吸血鬼、三坦吸血鬼，或者是费南雪吸血鬼，这些都是可以就是去跟他做抗衡的。但这个队伍还有一定程度上的配料要求，所以不是那么的亲民，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。然后再来宝物的部分的话，是可以用羽毛跟斗篷两个是可以做交替的吼。羽毛的话比较稳定，斗篷的话就是打起来比较爆发这样子。那首先配料的部分，黑糖这边是完全上抗的配料。那我们这边主要的话就是要拼我们的攻击速度跟上抗，还有攻击这样就可以了。那这个玩法哈，如果你是没有斗篷的话，当然黑糖的射速会比较慢一点，但也没有关系。我们的黑糖主要是要来挡吸血鬼的伤害，好吗？就黑糖其实它就是一个肉盾，然后它自己有帮忙输出这样子，就是副输出。那我们这个队伍主输出是血肉鲨鱼，那血肉鲨鱼这边是玩三抗二冷的方式。我们这边的冷却啊，建议的话差不多是12-14%左右。那其他的话，你这边如果要是要玩斗篷的玩家，你这边的话就是可以拼攻速。攻速的话，斗篷流就是黑糖跟鲨鱼吃到。那正常情况下的话，你就是拼伤抗跟冷却，这样就 OK 了。哦，对，还有那个暴击伤害抵抗。好，然后在南瓜派饼干的话，这边一样是完全伤抗的。那我们这边就是拼伤害抵抗，还有暴击伤害抵抗，就是一堆抗。好。然后再来纯香草饼干的话，这边是那个玩四冷一抗的方式，冷却的话是接近20%左右，这样就 OK 了。接着帕菲饼干是完全冷却的，那这一边我建议是先把伤抗撑高，你再把冷却撑高，这样就 OK 了。那还是要来讲一下黑糖饼干，它这边这个场次就是打吸血鬼的，主要的话它就是一个肉盾，又是一个输出，所以这一个玩法的话，非常不建议你去玩什么全攻击或者是三攻二抗之类的，甚至是全暴击，因为我试过了，黑糖直接被打飞，好吗？所以这边大家玩黑糖的时候，还是乖乖的玩全三抗 ，OK？ 结果搭配斗篷也是一样哦。好，那来看一下我们相关的实战影片吧。一个也不放过，才是真正的勇者。
一个也不放过，得让敌人吞噬吧。不可不可。为大为大家带来这场战争，离我们不远。不可不可，一个也不放过。为大家为大家带来这场战争，乘风破浪，绝不退让。不可不可，为大家带来这场战争，护国之灵。乘风破浪，绝不退让。不可不可，会带领我的敌人吞噬吧。护国之灵，绝不退让。不可不可，为大家带来这场战争。乘风破浪，好可，真是一支强悍的军队。也不放过，绝不敌人吞噬吧！为大家带来这首歌，绝不退让。护国之灵，一个也不放过。带领我的，为大家护国之灵，乘风破浪，绝不退让。一批也生气了，为大家带来护国之灵，护军，光会带领我的，乘风破浪，绝不退让。为大家带来这首歌。也生气了，护国之灵，护军，绝不退让。为大家带来这首歌。也生气了，护国之灵，为大家带来这首歌。绝不退让，没能守护你。一个也不放过，绝不退让。尽管逃吧。一个也不放过，为大家带来这首歌，为大家带来这首歌。你尽管逃吧，光会带领我的，乘风破浪，绝不退让。为大家带来这首歌，护国之灵。你尽管逃吧，乘风破浪，为大家带来这首歌，绝不退让。你也生气了，为大家带来这首歌。你尽管逃吧，护国之灵，乘风破浪，为大家带来这首歌，绝不退让。生气了，真是一支强悍的军队。一个也不放过，带领我的，不退让，为大家带来这首歌。为大家带来这首歌，为大家带来这首歌。一个也不放过，不可。乘风破浪，绝不退让。不可不可，生气了，为大家带来这首歌。护国之灵，乘风破浪，为大家带来这首歌。乘风破浪，绝不退让。不可不可，一批也生气了，为大家带来这首歌。一批是最棒最可靠的朋友。也不放过，绝不退让。不可不可，乘风破浪，光辉大军来了，敌人吞噬吧。乘风破浪，为大家带来这场战争，光辉带领我的，生气了，敌人吞噬吧。为大家带来这场战争，为他而战，不可不可。一批也生气了，为大家带来这首歌，乘风破浪，不可不可，护国之灵，不可不可。护国之灵，带领我的，绝不退让，为大家带来这首歌，不可不可。护国之灵，敌人吞噬吧！乘风破浪，为大家带来这场战争。你尽管逃吧，生气了。护国之灵，为大家带来这场战争，为他而战。你尽管逃吧，不可不可。一批也生气了。乘风破浪，
国之灵，虎口好渴，虎口好渴。我们守住城墙了。那么雪落黑糖香草队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那再次感谢以水灯还有提供相关的队伍以及相关的配调说明哦。那之后都有些新的想法会再做更新。我是蹦蹦，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